果前来弥补他的错误，奉其主人的命令。萨格拉斯，没错，那位掌控万物的主宰，你的族人濒临灭亡，带他们到一个完好的崭新世界，征服那些新的敌人。那你需要什么回报？ 一点点痛苦，很大的效果。萨格拉斯的身体被囚禁在一座古墓中，帮他逃出去，你就能得到神的力量。 不能这么做，我们不忌讳任何魔法。睁眼看我！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 死亡毁灭万物！我知道该做什么。这股力量也能变成你的。 能给你超乎想象的力量。你很清楚我们的世界濒临毁灭，战事饥饿不已。你的提议我无法拒绝。我的刀准备死亡毁灭万物。今晚。 上演的是光荣救赎的故事。二想要复活，我的刀准备好了。死亡毁灭万物。
萨格拉斯的力量无穷无尽。我的刀准备好了，死亡毁灭万物。我现在知道你有多大的能耐了，告诉我该做什么。我们要共同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传送门。献祭无数生命之后，黑暗之门终于开启，我们开始入侵艾泽拉斯。我与麦迪文的意志相连，但是他的意外死亡切断了我们的连结。趁我陷入昏迷时，奥格林末日锤在荣誉决斗中击败了大酋长，成为部落的新领袖。我原本的力量，还有打造的一切，都在一夜之间消失。古瓦丹，对上奥格林。终于醒了，古尔丹，我知道你干了什么。你用诡计和谎言控制了黑手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闭嘴，我可没允许你开口。你真的惹毛我了。你说什么？开始战斗，迎向荣耀。是我，不是你，更不是你那些术士。他们在哪里？死了，几乎都被我杀光了。我会享受关照你的死。公平交易，麦克索林卡。为了部落。
解，黑手放逐了杜洛坦和双狼氏族，结果你还不满足，居然派刺客去杀他的家人，我要替他们复仇。谁叫他对我出言不逊？你根本应付不来。帮帮我家后辈的旅行者好吗？没有关他们，把他们当朋友。不要再骗人了。忌讳任何魔法。你人太好了。你的腐化到此为止。王毁灭万物，你人太弱了。只有野兽不会骗人。死亡毁灭万物。我说闭嘴，血肉都在他意志下屈服，如他所言。根本应付不来。帮帮我家后辈的旅行者好吗？无止境，到最后你会彻底失败。无尽的黑夜，永无止境。令人满意的灵魂。求求你，下贱的东西，我为什么要听你说的话？你需要我，你需要只对你忠诚的战士，
只有我才能创造的战士。好吧，你最好说到做到，只要有一点差错，你就死定了。等等，拜托，求求你，下贱的东西，我为什么要听你说的话？你需要我，你需要只对你忠诚的战士，只有我才能创造的战士。好吧，你最好说到做到，只要有一点差错，你就死定了。末日锤那可悲的威胁可及不倒我，但是他杀掉的术士中有隐月氏族的太郎戈尔，失去这位老盟友实在太可惜了，所以我开始寻找让他复活的方法。古尔丹，对上阵亡的士兵。我们不能抛弃死去战士的灵魂，用人类的尸体赋予他们新生命吧。遵命。要拖那么久，我没有关他们，把他们当朋友。我们需要更多的力量。不要绝望，你会有更崭新、更远大的目标。
来这个世界，再次为部落奉献。孤儿蛋，你把我带了回来，你成功了吗？看哪，第一个死亡骑士，末日锤。泰朗戈尔，我明明亲手杀了你啊！有了孤儿蛋的魔法，死亡毫无意义。看来如此。奥格林被我的作品打动，毫不犹豫地挑起战火。这是我一直在等待的破绽。麦迪文死亡的那一瞬间，我看透他的内心，找到了萨格拉斯之墓的位置。现在，我终于可以自由追寻，成为神的承诺。古尔丹，对上墓穴守护者。战士们，跟我来，趁墓穴守护者还没苏醒，赶快拿到萨格拉斯之眼。守护者？你没说过会有守护者。胆小鬼，给我前进！黑暗有着，永无止境。不忌讳任何魔法，自从麦迪文的母亲艾格文击败萨格拉斯之后，这座墓穴就被封印了，无穷力量正等着我们。忌讳任何魔法。
准备面对更难的训练了吗？准备面对更难的训练了吗？死亡毁灭万物，死亡毁灭万物，我们召唤无止境。仔细看好了，仔细看好了。你在找什么？萨格拉斯之眼会赋予我掌控这世界的力量，再也不需要阴谋，不需要酋长，不需要军队，只剩我的统治，我那无坚不摧的力量。教烈昏，我不能这么做。这个神器是承诺要给我的，为什么守护者要攻击我们？该不会恶魔骗了我们？我诅咒你！
我又再次遭到背叛。经过这一切，结果我只是你的棋子。你是个傻子才会相信，结果有那么多人为你那短暂而黑暗的美梦死去。正如我所说，这不是什么英雄的故事，但最后我的名字会流传下去，如同狂野而闪烁的火焰，照亮隐藏在阴影中的事物。你的英雄永远不会告诉你的可怕真相，即使死亡，也没有人能否定我。金良